这是美丽的彩虹桥，它是洛克王国连接地面与天空城之间的重要桥梁，也是天地之气循环交互的主要通道。它具有化解负能量和净化环境的神奇功能。只要天地之间维持着良好的沟通，彩虹桥就能使洛克社会每天积累的污浊之气一扫而空。不过，由于某些非常无聊的原因，彩虹桥最近已经变得十分脆弱，并且也因此造成了严重的雾霾问题。如果情况继续恶化，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没了，那可是各种的可惜啊。行动吧，队伍，动作快啊，动作快，动作快。阿布雷姆，
不过，拯救世界第一。很久了，比武，比武，比武啊！不要急，飞慢一点，路上注意安全。放心吧，老妈。家伙还真是不靠谱。白冰呀，小火苗，还是你们沉稳可靠，你们真棒。还好吧。不过，荣兴跟阿布虽然都很糊涂，可是每次到了最最关键的时候，他们总能帮上最大的忙。傍晚喽，各种食物都已经各种安全喽。荣兴他们还没来啊？应该是还在家里吃节日大餐吧。不会吧，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了，我倒是有点担心呢。不是说他们总能帮上大忙吗？没想到会弄成这样。陛下，我们知道小倩问你一百次了，这烟花不要再说了。哼，都是你这个卖卖什么来着，放个烟花都不会，彩虹桥都给炸断了，你这个国务大臣是怎么当的？陛下，这烟花你还想狡辩？陛下，现在恐怕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得赶紧解决呢。哪来那么多问题，不就过节放个烟花吗？陛下，
根据古籍的记载，彩虹桥必须在72小时之内修复，否则天地之气将会永远断绝沟通，这将直接造成负能量积聚不散，整个洛克王国很快就会被黑暗的邪气所吞没呀！什么？看看你这个卖死瓜的，什么事都办不好。死鬼呀！陛下，现在只能尽快把我们的圣光石送去天空城，请您的表弟天空长老帮忙，帮忙把天空城的……哼，自己看看。这是他送我的扑克牌，要我去找圣纳斯里那个疯老头帮忙。呸！啊呸！呸呸呸！要我去跟圣安德鲁那个糟老头和解，绝无可能！哼！你们看，这是他送我的刮刮卡。爱出风头、死要面子的小矮人，还敢自夸战斗力比我强？我们强烈建议您。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赶紧把天上地下两个圣光石重新结合在一起，才能召唤异系精灵王。召唤异系精灵王修复彩虹桥啊！凭什么让我去求他？这都是他的错，让他来求我还差不多。放心，不出3天他一定会来求我的。可是我们一共就只有3天呐，陛下。好了好了，散会，不如先回寝宫去喝个茶吧。长老，好了好了，散会。都怪你这个卖西瓜的。情况紧急，也只能先斩后奏了。我叫麦斯威尔。魔法猫头鹰，快去召唤圣灵骑士和他的朋友们！院长只叫了你一个，你就自己一个人过去吧。是啊，他应该是希望我们几个留在这里帮忙吧。龙星，院长只叫了你一个，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肯定是各种最最重大的任务，院长才会来叫圣龙骑士的嘛。像灾区善后这种小事情，圣龙骑士，你就快去吧。哦，那好吧，我先去。你们一忙完这里的事情，就赶快来帮我。请出动，这次你可要派上用场了。谁？院长你好。啊，麦斯威尔，我奉国王之命来取圣光石，要赶紧送去天空城。陛下他终于想通了。当然，陛下深明大义，怎么可能因为赌气就眼睁睁看着洛克王国走向灭亡呢？所以他派我。太好了，其实我已经通知了龙星他们，让他们赶紧来取圣光石。院长，这么大的任务交给几个毛头小孩？别小看孩子们，他们可拥有许多大人所不具备的宝贵特质呢，尤其是龙星。那个莽撞的脱线小鬼又能有什么宝贵特质？哎，这孩子浑身充满着野蛮的阳光嘛。野蛮
的眼光。嗯，就是纯洁无邪的孩子才可能具备的勇敢、坚毅和真诚善良。正因为是小孩子，他才能无止境的积极乐观，也正因为乐观，才有能力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像龙星这样的小孩子才能成为圣罗骑士。要小心呐，龙星！院长好，我们来啦！啊，你好，见识到了吧？这就是野蛮的阳光。龙星，我需要你们尽快把这颗圣光石送去天空城，交给天空长老。圣光石，这一路上你们将会经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坚持下去，绝不能放弃希望。龙星。我要你郑重地做出承诺，你绝对不会放弃希望。院长，我向您保证，我们绝不放弃希望。嗯，那就好。这宝盒太大了，你把圣光石取出来，仔细收在身上吧。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千万别弄丢了。这可是拯救洛克王国的重要关键。院长，这是圣光石。嗯，洛克王国的圣光石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只有当天地两颗圣光石结合在一起，并且符合某些特定条件的时候，他们才会恢复原形，发挥法力。它具有召唤异系精灵王的法力。没错，只有异系精灵王出动，彩虹桥才能修复，洛克王国才能得救。哦，时间紧迫，龙星，你们赶紧出发吧。等法比亚他们来了，我会让他们立刻追去帮忙的。记住，根据古籍的神秘预言，这一路上你们将遭遇重重的试炼。放心吧，院长，这么简单的事，我圣罗骑士轻易就能达成任务的。龙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骄傲永远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对不起，院长，我不该骄傲的。嗯，一定要做到永不放弃希望，才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并且凝聚最真诚团结的友情，这样才能拨云见日，拯救洛克王国，知道了吗？知道了，那我边走边等他们吧。嗯，出发吧。出发喽！小心一点，圣光石要收好。放心吧，院长。没事没事，继续出发。哎，这孩子，原来你也瞧不起我。啊，黑魔法！在你眼里，那个臭小鬼还强过我这个国务大臣？只可惜，他一定会让你失望的。没有任何居民伤亡。都快天亮了，龙晶怎么还没回来啊？龙晶，怎么回事啊？快去看看。判
国贼龙星，盗走国宝圣光石，打伤国王陛下和格里芬院长，各种不可能，龙星绝对不会这样，胡说八道，骗子，骗子！谁搞的恶作剧？也太无聊了吧！安静，这是王宫专用的魔法猫头鹰，看来真的出大事了。怎么可能？御病房正地，闲人禁止入内。我们是格里芬院长的学生，看到龙心的通缉令，让他们进来。是大人，快进来吧，孩子们。哎，怎么也想不到，龙心竟会如此心狠手辣。各种不可能，你乱说。不可无理，你今天不会这样的。三大见谅，不可能出了这么大的事。奥多他太激动了。年轻人容易激动，倒也情有可原。不过，龙心确实犯下了滔天大罪。请老板出来作证吧。这就叫做铁证如山，确实是龙心干的。刚才我正在打扫，因为我在之后，我的糖果摊被弄得全是烟灰，他突然轰的一声就撞破了我的糖果摊，然后他把我的棒棒糖全都抢走了，再然后他就慌慌张张的逃走了，完全是标准的通缉犯行为。这些东西已经证实是龙心落下的。不可能，龙心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冷静。但是大人，这也只能说明龙心确实撞翻了糖果摊，却不能证明他打伤了陛下和院长啊。就是，难道你亲眼看到龙心动手了？我不止亲眼看到，还亲身挨打了。的确就是龙心啊。对不起大人，请容我提出一点疑问。以龙星的法力，他怎么可能打倒陛下和院长，并且制服您呢？龙星原本当然是打不过我们的，但是我担心他可能中了黑魔法，已经被恩佐控制了。因为我就是被黑魔法所伤的。还是各种不可能！你是指控我说谎？我就不信龙星会做坏事。奥多，麦斯威尔大人说的也有些道理。万一龙星真的遇上大麻烦了呢？作为国务大臣，我必须做正确的事。看来圣龙骑士已经中了邪恶的黑魔法，为了全体洛克的安全，更为了拯救龙星，我必须赶紧派出大军。不如派我们去吧，大人。如果真是龙星做的，我们本来就该把他抓回来，但是龙星如果是冤枉的，我们更要还他清白。是的，法比亚，你不愧是魔法学院最有智慧的学生。为了龙星，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做正确的事。谢谢大人，走吧。等一等，请你们在这里稍候一下。为了净化灾区的空气，奥多，我需要留下你的草系宠物喵喵来帮忙。这样吧，你跟我来，我把我强大的冰系宠物冰晶骨齿虎借给你，因为你也需要一个更擅长战斗的宠物。这快来吧，奥多，别忘了，这不仅是为了全体洛克的健康，也是为了尽快拯救龙星啊。那好吧。干得不错。有了这种能干的手下，我都快闲得没事做。恩佐大人英明，您不过就是叫对了那个麦麦什么的名字。他就对大人您死心塌地了，这才叫沟通的沟通，神算中的神算呐。你们倒还算笨得不太离谱，还算能稍微看得懂一点点我这小恩小惠笼络收买的高明谋略。都是大人表扬啊，羡慕吧。人主要是夸我，嫉妒吧？其实大人夸的是我，是我。作为你们的长官，苦功你们做，功劳呢，当然是我。还真是笨的很离谱啊。
奇怪了，我们都整整爬了一个通宵了，法比亚他们怎么还没有追来呢？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儿了吧？阿布，你怎么看？比布，比布。好吧，任务重大，时间紧迫，我们不能在这儿干等了。阿布，比布，滴滴滴滴滴滴，嘟嘟嘟嘟嘟嘟。比布，比布，不好意思，阿布，辛苦你了。比布，比布，请再坚持一下。我们已经飞了这么久了，一定很快就能找到彩虹桥的另一端。正龙快递，速度第一。哦，连这里都污染成这样子了。嗯，这是什么？啊，好可爱哟、哦！好可爱的玉系宠物，你们好。怎么了？肚子饿了吗？是这污染弄得你们没有东西吃了吗？可是我们身上也没带食物呀。拉住了吗？那里就是光吃不能吃的。快跑，阿布！没跑，没跑掉了，快跑！哎，你们别再追了，我们还要赶去天空桥，召唤你们的玉系精灵王呢。洛克王国也只好下重手了。阿布，发动莽撞攻击！比布，阿布，等一等！比布，比布，对不起，阿布，都是我不好，我一时犯了糊涂，让你动了这种耗费自己精力的莽撞技能。比布，比布，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是太莽撞了。嘿嘿，我刚才才想起来，其实我们有吃的的。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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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阿布，快看前面，格里芬院长说的真是太对了。比布，要不放弃希望，真的就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稍后啊，我先检查一下。这些全都是棒棒糖，没有声光石。喏，送给你们，就算是空中出租车的车费吧。谢谢你们喽，谢谢，再见喽。阿布，你好些了吗？我以后绝不会再这么莽撞了。哎，还好有他们帮忙，不然。你听到了吗，阿布？比布，我怎么感觉好像听到了奥多和法比亚他们的声音？难道是我太想念他们了？比布，比布，喵喵！奥多怎么换了个新宠物？龙星，你们终于来了！你们没事吧，法比亚？龙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啊、也还好吧，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叮咚，什么呀，你们到底说什么？这种事到底是什么事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会帮助你的，龙星，你就快把事情说清楚吧。你们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了？不得，是你怎么了，龙星？奥多，龙星，还是请你先说说清楚，昨晚你离开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吧。格里芬院长派我去拯救洛克王国，叫我赶紧去送棒棒糖。可是我刚一起飞就，冰的一声，龙星，小童，怎么回事？好像被什么魔法打了一下。龙星，你们什么意思？我怎么会打小童的？你怎么会黑魔法？你胡说八道什么？龙星，就勇敢的说出来吧。龙星，帮助你，快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会原谅你的。你们到底要我说什么？你们不相信我？小火苗变身备战。
金风之虎变身。比姆阿布变身超能阿布。双峰等一下，说了，阿布，我要趁现在赶紧跟你说一下，你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恩赐帮的宠物加伙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和帮助。我会永远永远的爱你。竟然还对我们动手，真是太可恶，也太令人伤心了。不过这一定只是一个误会，他们一定会很快发现真相的。我们还是得快点想办法，赶快把圣光石送到天空城。阿布，他们很快会来帮我们的吧。我也是又累又渴又饿，棒棒糖果然是吃不饱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放弃，我们一定可以再创造另一个奇迹。小心，米姆来了！米姆，米姆，你要拯救米姆，王国。这小鬼，那个卖什么的笨蛋跑到哪儿去了？连个小鬼都搞不定。拦着他！那个卖什么的笨蛋！不要吵！都让他变成奥多的样子了还不行？难道又要我亲自出马？伟大的恩佐大人！嗯。请派我去抓龙星吧！就凭你们？我羡慕，我羡慕他永不放弃希望。我嫉妒，我嫉妒他总是创造奇迹。我恨，我恨他那野蛮的阳光。我苦，阿鲁，阿达。
去抓龙星吧！啊！哎呀！全都给我滚！比伯，是你救了我们。喵，真是太感谢了。哎呦喂，比伯。比伯，阿伯，我们这这这。喂，别害怕，我们只是想谢谢你嘛。哎呦。喂，我有那么可怕吗？我一定要报。请问你是？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见人爱，花花见花开。我就是大名鼎鼎的终极大海盗，黑杰。不知道法比亚他们找到龙星了没有？放心吧，奥多，龙星他们一定能够经得起重重试炼。麦斯威尔想要做的坏事绝对不会成功的。那个卖什么的竟敢这样子背叛我。陛下，乱七八糟的。陛下请息怒，这些年来麦斯威尔确实做了不少的贡献呢。其实他也受了不少的委屈。委屈？我才委屈呢。这么严重离谱的辜负我，也不看看我对他有多好，也不看看我为他做了多少的牺牲奉献，我为他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他好。那个对你身体好，他可是我抱在怀里长大的，他有几颗痣我都清清楚楚。陛下，怎么了，小胖子？陛下是否可以先暂停一下？陛下奥多，也许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要怎么才能逃出去呢？对，我要专心地讨论一下，要怎么样才能成功越狱。陛下说的对极了，我们是应该专心一点才好。对，非常对。等到我成功脱身了，我一定要举行一场演讲会。演讲会？我要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我和麦那个斯什么的，是麦斯威尔，那些温馨感人的故事。连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国王的爱之回顾。陛下，我们不是要讨论怎么越狱吗？对，要越狱，知道吗？要越狱。请问你到底要干嘛？这还不知道啊！我要打劫！打劫？连打劫你都不懂？哎，跟我一样，连小学都没上吧？还好我自学成才。打劫呢，就是使用暴力威胁手段把别人的财物抢夺过来据为己有的意思，知道了吗，小朋友？知道了。而且我还知道，打劫是不对的。哎，好吧，既然你真的那么想要打劫，大哥，那就麻烦你快点打劫吧。我们实在是又累又渴又饿了。不过，我们身上除了棒棒糖，什么财物也没有。我了解穷困的感觉，那。我就打劫棒棒糖吧。可是这些棒棒糖之中有一颗是拯救洛克王国专用的圣光石呢。对不起，我们还得去拯救洛克王国，不能给你。小废话，从来没有人在我打劫的时候敢说不。紫蝶虫出动，快给我好好的教训这两个家伙，让他们知道得罪我英明神武的黑杰克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你们将会受到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惩罚。你看，怕了吗？腿软了吗？跑不掉了吗？后悔了吗？虽然他的宠物很可爱，但是他实在是好烦呐。阿布，你还有力气变身吗？等一下，我怕我实在是太强了。
一出手，你们就会遭到不可挽回的灭顶之灾。所以仁慈的侠盗黑杰克我，现在要去闭关冷静一下，暂时不和你们计较了。嘿，啊，我会回来的。小家伙，哪里有吃的呀？我们好饿呀！大家赶紧休息一下，半小时后我们再出发去找龙星。希望龙星和阿布也都碰到了我们这种云团，没有掉下去才好。奇怪，各种云团我们都找遍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走，我们赶紧去天空城吧。奥多，难道我们不该继续往底下找吗？只要没有摔成稀巴烂，他们就一定会去天空城的。那万一他们真摔下去了呢？奥多，你刚才干嘛下那么重的手？是龙心先动手的，我还不是为了要拯救他。那也不应该动用那么凶狠的技能啊。好了，别吵了，赶紧找到他们才最重要。不过奥多，你今天还真是有点奇怪呢，你看你的脸都红了，而且你一整天都没说要吃东西呢，是不是发烧了？我哪有，没有，我现在可是各种肚子饿的，我要赶紧去各种地方找各种东西吃了，我肚子都各种饿扁了呢。船的帮手。哎，对了，喂，小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啊？喵。别怕别怕，我只是想问你，你会开这艘船吗？喵。哦，有点小可惜，不过也没关系，请你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行吗？喵。不会吧，你连名字都没有。喵。这样吧，既然你一直说利欧利欧，那我以后就叫你利欧，好不好？利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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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你叫利欧，他叫阿布，我叫龙星，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利欧利欧利欧。欢迎，回来帮忙开海盗船喽！喵！不知死活的小鬼，看到本中级大海盗回来，竟敢不害怕？怕你干嘛？你又不是坏人。敢说我不坏？在闭关冷静苦思之后呢，我大气地做出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决定，那就是为了避免我一出手就把你们给灭了，就先由我妹妹佐拉来教训教训你们吧。哇，看来这个佐拉真的是很厉害哟。小心要出动。好可爱的小公鸡，别生王家细叫，麻醉压制。讨厌你们这些挫折。拿来吧，我看以后谁还敢阻止我打劫。
说话比较忠诚，不过我老妹不知道为什么总说他们是狗腿。索拉大人教训的对呀，弱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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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一万个俯卧撑。谢谢索拉大人栽培。你们这是在做俯卧没有撑吧？嗯，嘿嘿嘿嘿嘿。我们是黑杰克大人，休息是为了做更多的俯卧撑。人家都已经做了，废物，一整夜就做了四个，还差了9996个，那岂不是还得再做2499个夜晚？哦，大人参加奥数比赛一定得到冠军。我们这就赶紧接着做。8889，还挺厉害的嘛。看你弱成这副德行，谁会要你这个小废物？我就要他。而且他不叫小废物，他的名字叫做里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凭什么谁都要符合你们的标准？我就觉得里奥非常棒。雷蒙，雷蒙，雷蒙，哼，他这么没用，怎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没错，我们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他好？只有严格训练，才能培养竞争力，这是必胜的生存之道。你自己想想，如果你是他这种身材，做得了俯卧撑吗？老娘好像还真做不了。你们的方法不是严格，根本就是暴力。你不主动鼓励他、支持他、帮助他，发挥自己的长处，不是更好？雷蒙，雷蒙，那你说说看，这个小废物有什么长处？他叫雷蒙。雷蒙，雷蒙，他是我哥打劫来送给我的，轮得到你给他乱起名字吗？打劫本来就已经很不对了，有了宠物还不好好的爱，那就更不对了。好好的爱，那你倒是说说这个小废。李奥到底有什么特长？说就说，李奥他，李奥他，李奥他怎么了？李奥，李奥，李奥他很会。那有什么用？难道他特别会开溜？看到陌生人就吓得腿软，他连逃命都不会的。
俯卧撑还没做完呢。喂，我们不向恶势力低头，我们不做了。喵喵喵，喵喵，不做就没饭吃，不怕，我们不吃。没不没不，讨厌。哇什么哇？没看过女生啊？哎，老妹，等等我！太棒了！麦斯威尔大人交代了，虐待你们呢是可以的，但是饿着你们呢就不可以，所以就赶快吃中饭吧，你们。还真快啊！嗯，小胖子，你不是从来都最贪吃吗？嗯。奥多，怎么了？没有不舒服吧？谢谢院长，没有不舒服，我只是想要减肥。减肥？减了肥，我就可以脱掉这个可恶的龟壳封印，就可以赶去帮助龙心他们了。真是个好孩子。哎，要不是因为被他封印而失去了法力，你们几个就你一个胖子，我不早就叫你减肥了吗？你看看，现在连逃命的机会都……陛下。奥多为了帮助朋友，不惜放弃他最喜欢的美食，这是多么真诚而可贵的友情啊！其实奥多，只要不妨碍健康，胖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为了朋友，我必须坚持不吃。话是不错，像我这种微胖的确实就很完美。但是像他胖成这样的，有什么优点呢？但是，我今天好饿。我也好饿呀，阿布。都是我不好，赌气说了我们不吃这样的傻话，结果连累你们跟我一起挨饿。哎，那个佐拉还真是的，连屋顶都被他封得密不透风，还好里奥想出了好办法，希望他在外面一切都很顺利啊。里奥万岁，里奥可以开快餐店喽！喵喵！谢谢里奥，里奥万岁！喵喵喵！请你们耐心的等一等，这些食物还要烤熟了吃才比较卫生哦。喵！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升起火来的。等会儿吃饱了，有了力气，我们还得快点找办法离开这里，赶去天空城呢。怎么样？想不想赶紧乖乖做完俯卧撑？我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呢。喂，佐拉，我们也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呢，要不要进来吃啊？喵喵喵，你们怎么可能有吃的？因为我们有里奥啊。你们饿疯了，不许动里奥一根汗毛。对，我们就是饿疯了，不等你了，开动。我们在吃烧烤啊，难道你没吃过吗？不准生火，不准生火，不准生火。可是不生火怎么好东西吃呢？不准生火，不准生火，不准生火。哎呦，你看啦，我好东西都找出来了。不要火，不要火，不要火。原来这个熊爸爸的女海盗很怕火呀。不要火，不要火。你看，害我一把茄子条给烤焦了。不准生火，不准生火。走，李奥，我把这送给你们吧。再见了，佐拉，我们就进入洛克王国了。李奥，一定是金牛部队。阿布，李奥，我们是应该赶紧去拯救洛克王国呢，还是先回去拯救那个佐拉？不要李奥。
我们还得去拯救洛克王国呢。我们走吧，雷布。你是我的战利品。龙星，龙星，龙星，阿布，阿布，快看前面有烟，走。龙星，玉器精灵王，我们来找你了。咪蒙咪蒙，宝贝，你还真打算相信这小子？跟他一起去天空城？不是跟，是我派他们去的。你还派我去帮他们开船？现在连我们的宠物都……看我不要脸！感谢大名鼎鼎的终极大海盗黑杰克大侠带领我们去拯救洛克王国。你们要我带领你们去拯救洛克王国？是啊，洛克王国很需要黑哈哦哦亚叶仁慈大侠盗黑杰克。从来没有想过洛克王国居然还有需要我们一天。起来，好，出发了。不不不不，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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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星，王国，他们要伤害龙星，我们快去制止他们。龙星，小火苗变身，水蓝蓝变身，绿动。难怪这么久都找不到你，原来是被抓住了。天空苍呀，我们来了，洛克王国得救啦！洛克王国需要我黑暗王爷，我们仁慈的侠盗黑客。大家小心，有敌人！我知道。恐怖！你什么时候长这么大了？哥，带我去天空城玩。哥，你怎么了？菲菲，法比亚、小桃，你们还好吧？龙星，难道今天是校外教学？作业写好了吗，龙星？哇！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大家都是好朋友啊！你说的很对，龙星，大家都是朋友，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来抓你的。奥多，你怎么了？你还好吧？小礼物收好了，谢谢你们帮我省了不少事。现在就再多立些功劳吧。奥多，你要干嘛？快叫龙星把圣光石交出来。奥多，来邪恶的世界，多美妙啊！你们还好吧？我的好朋友们，到底怎么了？我不早说过，不能随便相信朋友吗？哪有这种一上来就开打的朋友？看我教训！你快把圣光石交出来吧，龙星！圣光石，你真的是奥多吗？你怎么可能这样对待朋友？你现在才开始怀疑，笨成这样。怎么当圣龙骑士啊？你把奥多怎么了？废话还真多。说，快变成超能阿布，加油！阿布，阿布，我们在施救连环喷雾。顶级巫师服，升级。后发制人，
了这么久，也都算厉害的了。你们怎么还不还手啊？我也喷射了。快还手啊！这可比我亲自动手好玩多了，这应该就是最真诚团结的友情了吧。对不起，龙心阿布，我们爸比啊，敢跟我斗，小火苗快把我封印了，然后你躲进公路球里。小桃，你也一样，快！水蓝蓝，快封印我！地宫，水蓝蓝，快呀！地宫，地宫，不要，不要！快把圣光石给我！走，把你们……喂，原来你是想要这个，早说嘛！拿，来拿呀！快交出来，否则你先放下他们，否则你敢，哼，马上要去拯救洛克王国的仁慈侠盗黑杰克，我有什么不敢，哼，快拿来。嗯，这样就乖了，拿来拿吧。拿来，等一下，还是先跟大家道别吧，我们来生再见。杰克船长，他拯救了洛克王国。火场里救了出来，其实他非常的温柔善良，一直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他总是要装出一副凶狠的样子，其实是因为他心里非常的害怕，他很怕，怕我们两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会变成无情的世界。我知道，索拉，我知道。但是在我心里，伟大仁慈的侠盗黑杰克大哥永远都是什么都不怕的大英雄，什么都不怕的大英雄。在生命尽头，那我们快去天空城吧。走，我们去天空城。我们被大人处罚，快起来吃东西。小胖子，不叫小胖子，我是奥多，我很快就快瘦了。奥多，快吃点东西吧，绝食对身体不好，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可是院长，龙心他们怎么办？算了吧，小胖子，现在才来装秀气，我不早叫你减肥了吗？看你以后还敢不听我的。我不叫小胖子，我很快就会瘦了。陛下，我们可能很快就
永远没有以后了。除非我们能在这最后十几个小时里及时积聚足够的正能量。这可是天地两颗圣光石结合在一起，发挥魔力唤醒异系精灵王来修复彩虹桥的前提呀。这有那么严重？都是圣纳斯里那个小心眼的糟老头害的。这下可怎么办呢？奥多，不如先做回你自己吧。要知道，接纳自己也是一种正能量啊。是吗，院长？不过以现在的状况，你得比平常更兴高采烈的狂吃，才有可能拯救到洛克王国。因为，快乐就是散发正能量。快吃吧，孩子。你就尽情的狂吃吧，奥多。陛下，我们以后都不一定有机会吃了。您终于叫我奥多了，而且还叫我尽情的狂吃。都是我不好，如果早知道会弄成今天这样。太好了，陛下，恭喜您终于初步具备了面对自己的勇气。知错能改也是很可贵的正能量啊。我们都加油吧，希望还来得及。求我了吧，圣长老，圣公长老，你好，我们是来送圣光石的。是啊，这次配合我，是啊，这次配合我。安静！你们这仪仗虽然简陋了点，但总算还懂礼貌，还知道要带两个雕像来做礼物。这不是雕像，他们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他们为了拯救洛克王国，才把自己给封印了。长老，我们是来送圣光石的。长老，这十二个小时内圣光石来了。你是带头的吧？那你代表圣安德鲁那糟老头向我鞠躬道歉吧。就一万次好了，我得检验检验。长老，我们送来了圣光石。太捣乱了。长老，他们把圣光石送来了。那个糟老头早就该把圣光石送来了，看他把彩虹桥弄成什么模样了。那你给我敬礼一万次也行，我很开明的。忍一忍，走了。我们忍一忍。忍一忍。奥多，太撑了就别再勉强了。奥多，这样对身体很不好。没关系，我很快乐的。我要散发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帮助猛星拯救洛克王国。多令人感动的好孩子，还是很可贵的正能量。圣纳斯里是可爱的好兄弟。我要拯救洛克王国。我要拯救洛克王国。我们要齐心协力，绝不放弃希望。我的超级飞毯厉害吧？你们看，前边不就到了吗？各位乘客，我们即将抵达异系精灵王的栖息之地。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6:35，空气质量0分。在飞毯完全停好之前，请不要解开安全带。异系精灵王住在这种地方，还真会享受呢。怎么样，好玩吧？这可是本地土著最热情的欢迎礼哦。我们天空城还有很多很棒的景点呢。我们还是快点进去吧。不用急，他整天没事干，一直都待在那个水晶蛋里等着我们呢。长老，怎么了？他长得很怪，其实我都还没见过。我以为完蛋了，异系精灵王，你跑到哪儿去了？洛克王国就要毁灭了，都是你害的！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这个大老头都是你，洛克王国完蛋了！啊！张乐，不懂，我懂。别怕，我们一起拯救洛克王国，我们什么都不怕。谢谢你，里奥。我以前对你那么坏，你还一直对我这么好，你才是真正的强大。谢谢你，里奥，谢谢你。洛克王国，对不起，弄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我不好。我一定要拯救洛克王国。长老，你真棒。你们也棒。啊，不对不对，你们更棒。我都已经够棒的了，但你们还是更棒。哎呀，原来圣光石这么漂亮。里奥变成了人马。长老，里奥就是异形灵王。啊，对对对，是异形精灵王。终于完成任务了，洛克王国就要得救了。你参加了拯救洛克王国的行动，我真伟大。这个卖什么的还算可以。哼，只有我的黑魔法才是真正的强大。我看你还怎么拯救洛克王国。精灵王别怕，有我保护你。天上的鱼吗？
我追！你别冲动！别想逃！飞风。赐给我黑魔法的强大力量，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来他妈的，快把英雄徽章献给龙星。身为国务大臣，我多么努力的工作，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结果呢，他是圣龙骑士，我就是慢，有谁知道我的委屈？我知道，麦斯威尔大人，我知道您的委屈，因为国王也从来只叫我小胖子。对不起，耳朵，对不起，麦陛下，是麦斯威尔。表哥，都是我不好。他叫麦斯威尔。麦斯威尔大人，其实国王他真的是各种爱你啊。陛下，他只是比较不习惯把心里的情感表露出来。我在牢房里讲解了你的各种成长史，可整整说了一天一夜呢。麦斯威尔，请你原谅我，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没有学会怎样。去好好的爱。太好了，麦斯威尔大人并不是坏人，只是被恩佐利用了。恩佐大人绝对不会利用我的。笨蛋，我当然会。恩佐，你快改邪归正吧，胜利永远属于正能量的这一边。负能量只会使他更凶猛。看看到底谁最强啊！精灵王，精灵王！啊！超能阿木，超进化变身圣龙！手指速度！我们需要凝聚正能量才能帮助精灵王。圣龙骑士，你怎么还是这么莽撞啊？哎呀，这下完了。你们这些傻瓜，现在总该懂了吧。你们越打我，就送给我越多的负能量。你们越恨我，就越有压制洛克王国的强大力量。圣龙骑士算什么？圣龙骑士，让什么都行啊！我们绝不放弃希望。好了，你这个臭小鬼，永远打不来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超进化圣龙阿布，飞布，哈哈，圣龙阿布，快给他更多正能量。知道错了，请你们重重的处罚我吧。知错能改真是难能可贵呀，就请大家原谅麦斯。
我原谅你了。谢谢，谢谢，谢谢你。别问为什么，偏偏不放过自己这一个对手。如果承诺是为了下一秒还起头，我们也该帮助恩佐，多给他一点正能量。大家都在各种好好的爱他。恩佐，就这样，美丽的彩虹桥恢复了原先的光彩，洛克王国的天地之气也重新顺畅交流，洛克们的世界又一次从毁灭的边缘被救了回来。而且除了少数几个不敢面对自己的懦弱家伙以外，洛克王国的每一位成员从此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样就环保多了，你们真棒。什么都不怕的黑杰克大侠，你太神奇了。我也这么觉得。呀呼呀耶。不过我得先去继续为孩子们服务了，等会儿听完了片尾歌曲再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还在这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哦，并不是的。风中扫走要升空，蓝蓝的天空装不下我的梦，加速向前冲，翻越了彩虹，经过骷髅丘，勇气充满心中，梦想总在黑夜尽头，决定出发就永不退缩，伙伴和宠物陪伴着我，恩佐算什么，来到我们洛克王国，魔法要用快乐来启动，不怕风雨坚持梦想，守护彩虹，一起走好。谢谢恩佐大人。